Days pass, this price times 2, 20,000.
敲门呢？还是打扰了。日本的饭店真的很小，不过它这个床头这个到底是什么？可以设闹钟，然后设时间，然后灯啊。这个饭店的那个，它没有衣橱，但它有一个吊衣架。这是什么？这设计也太妙了，这是可以滑动的。行啊，那为什么做这种造型？